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糖糖亲子游戏。今天呢，小猪佩奇一家给小朋友们带来了很多水果和蔬菜哦。小朋友们，你们都认识哪些水果和蔬菜呢？今天小猪佩奇要教小朋友们认识认识这些水果和蔬菜啊。苹果，红红的大苹果。苹果是水果。香蕉，香蕉是水果，香蕉是黄颜色。葡萄，葡萄是水果，葡萄是紫色。西瓜，西瓜是水果。南瓜，南瓜是橙色的，南瓜是蔬菜。番茄，番茄是红色的，番茄是蔬菜。胡萝卜，胡萝卜是橙色的，胡萝卜是蔬菜。玉米，玉米是黄色的，玉米是蔬菜。猕猴桃，猕猴桃是棕色的，猕猴桃是水果。橙子，橙子是橙色的，橙子是水果。草莓，草莓是红颜色的，草莓是水果。杨桃，杨桃是绿色的，杨桃是水果。苦瓜，苦瓜是绿色的，苦瓜是蔬菜。西兰花，西兰花是绿色的，西兰花是蔬菜。柠檬，柠檬是黄色的，柠檬是水果。鱼，鱼是粉色的。大葱，大葱是白色的，葱叶是绿色的，大葱是蔬菜。红辣椒，红辣椒是红色的，红辣椒是蔬菜。白菜，白菜是蔬菜。洋葱，
洋葱是蔬菜。土豆是蔬菜。鸡蛋。好啦，小朋友们都认识这些水果和蔬菜了吗？小朋友们要多吃水果和蔬菜哦，这样子小朋友们的身体才会健健康康的，才会棒棒的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到这儿，欢迎大家订阅我们每天有更新，记得下次收看我哦，拜拜。